面又是善导大师的话，弘誓多门四十八，偏表念佛最为情，人能念佛，佛还念，专心向佛，佛知人。这些话都是真话，千真万确，没有一个字是假话，我们要真正相信。啊，四十八愿全落实在一句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这句名号是四十八愿的总纲。换一句话说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全在其中。这个意思要知道啊。所以专心向佛，这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上所说的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我们念佛，佛知道；我们想佛，佛知道。跟阿弥陀佛越走越近了，你不想佛，你不念佛，一天到晚搞名闻利养，搞这个世间东西啊，那跟什么结缘呢？跟六道轮回结缘。念佛求生净土不是嘴皮上说的，说的不算数，要看你心的，你是不是真干？真干要抓住疑，要抓住转。啊，我们这个经底下会念到，三辈往生的时候就念到了，疑相。转念，啊，只要有疑，只要有转，转就是疑，疑就是转，跟阿弥陀佛这个缘就接上。我们凡夫没有智慧，没有佛宝，拿什么来帮助众生？我们就拿这个无量寿经可住，依教奉行，就是代表阿弥陀佛戒引一切众生。我们起心动念，佛知道；我们言语造作，佛也知道；佛完全知道。要常常想到，我们要想佛知道我们在修善，知道我们在断我，啊，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天天还在造我。还在造罪，这就错了啊！但是首先大前提，修学净宗的人，第一个条件，你要肯定深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深信，没有一丝毫怀疑。第二，你要相信极乐世界
有阿弥陀佛。第三，要相信信愿持名就能往生，往生的时候佛决定来接引。对这个信心要是有欠缺，那就难了，难行之法啊，确实是真难啊，不是假的。阿弥陀佛。